要是年纪比较大的话，那个赢的赢面会比较大一点，经验比较多，因为看的比较多，会不会看？因为我们问的就是一些经典的电视剧的问题，对，所以就是看的多了就可能会比较好，答得出，对对对，嗯。咁但系咁即系阿辉哥同埋阿黑哥就应该个机会高啲啦。他们蛮喜欢的、啊，有很多问题，他们简直是在那个电视剧里头，他有演出。他们就是那个年代，对。跟住佢哋年轻嗰批投诉，点解益咗佢哋？也不会啊，我们的所有的问题不单是以前的电视剧，现在的电视剧，要是你有看的话，也会答得出的。你哋近排呢啲睇疫情，会唔会都多好多时间，都系不停咁睇啲经典嘅剧啊、电影咁样？我不停重温他的经典啊，那个都姐。有问题啊，对，我们做的很经典的已经有已经有第四集了，对啊，不经不过已经第四集了。电影那些就好看回都姐那些电影啊剧集啊，以前有看过，有看过，因为他们现在也蛮红的，好像陆远他现在在拍电视剧嘛，所以他除了做这个节目，晚上还要去开工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。嗯嗯。你哋呢排系咪都疫情过，之后都开始要多嘢要翻嚟做翻？因为我们正在做音乐嘛、所以就希望那个疫情之后，我们能够发表我们的新作品。嗯嗯。有冇邀请阿姑姐一起创作下啲音乐？哦，不用了，他完全不会理我的。邀请他创作，我很忙，谢谢。开工的时候他都不想要跟我说话。